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？还可以，正手臂，哎，左右跟脚走路都比较慢。你即将在二十号出院，你心情怎么样？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大学生一年半嘛，可是比较好一点，您觉得呢？不公平，太轻了，这样也没办法让他得到教训。他一年多能反省到什么程度？受伤者呢，精神，然后身体的，那个都没办法得到该有的那个公平啊。那因为这件事情，我也希望政府重视，该怎不能让我们老百姓白白被撞了又自行吸收吧？是不是要加强约束他们的法令更严重一点？